在你现在有工作有收入的时候，你需要非常有意识的为自己将来不靠工作而生活做准备。怎么做准备呢？做三个方向的准备。第一个方面的准备是你要把现在你的收入尽量多的存下来，因为这些收入是你的主动收入。然后呢，你把它们放到能够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上。被动收入一开始少的，但它会慢慢上升，慢慢上升，慢慢上升，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可能会跟你的主动收入持平。这个时候，你想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你还需要你的主动收入吗？你不需要你的主动收入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我所说的第二点，你一定要在你的工作之余做一点其他的事情。其他事情可能跟你的工作方向是相关的，但是也许是完全不相关的。我曾经在一家报社工作，那个时候是做文字记者，工作之余我在北京去做小剧场的魔术演出，完全是两件事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情没有白费的。我作为制作人去做这个小剧场的演出，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方面的经验。最后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，当你在一个团队当中，你只是一颗螺丝钉，很多其他的事情是由其他人来处理掉的。但是当你真正的自己为自己的生活做主，为自己的收入做主的时候，那么你需要自己的团队。这种团队呢，可以在你辞职之前就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些搭建。